默写不是听写。但是你戴上假发了以后，记性都要好点了。吓我一跳，吓死我了。한국이름이뭐예요지금 뭐해요커피한잔할래요커피한잔하네요커피한잔하네요네요하네요네커피한잔하네요네하네요 커피한잔하네요네오15 16 17 18 19，不是21个原因吗？我还差了哪两个？还有这加上这两个的那种是吗？没有这种。没有。那有这个吗？太造字了。你的内貌，你说的是开心吗？반가워요